大家好，我们是 R2 银发族互动游戏辅具，一起健康 to you。倡议目的：闯关式互动游戏辅具，五官体验融入预防医学，长幼共学，提升价值感与乐趣，与自然共好，吃环保材质。作品特质：便利性，产品操作方便，互动陪伴便利。实用性，互动式游戏辅具，老幼共学媒介，使用健狗操。功能性 ，App 功能使用，闯关式游辅具，步数扩展实境。设计性，人因工学设计，角色经济设计，环保设计。特色，五官体验，预防保健，辅具游戏化。产品介绍，我们设计六个关卡，将角色经济放入寻迹车中，从起点游玩至终点。这是 App 的六个游戏关卡，分别为口腔运动、认知回顾、手指运动、一起记忆、五颜六色、声音辨识。步书作为游戏辅具竞赛前的工具书，希望能搭起老幼共学的桥梁，让使用者在游戏体验上更有成就感。步书和 App 搭配的游戏有口腔运动、认知回顾、手指运动、声音辨识、一起记忆、五颜六色。透过念咒语来训练吞记的强度和口腔咀嚼力，透过排顺序、数值金字塔、数学配对来训练数学认知能力，透过拔河、打地鼠来训练手指肌力，透过颜色记忆、花朵配对来训练记忆力，透过剪刀石头布选颜色、一步一样来训练颜色判断能力，透过车子、动物以及大自然的声音来训练声音判断能力。理论及原理，老幼共学，透过长者与年轻世代的互动与学习，借此获得不同世代之间的经验与智慧，进而达到互利的学习活动。健口操，将健口操中的发音练习融入在 App 游戏关卡与步书的故事情境里，让长者练习啪、他、咔等的音节发音。角色经济，以兔子灵活的特性来设计本产品的角色经济，并开发一系列周边商品。STP 分析 ，Segmentation 人口统计，年龄、购买行为、追求利益。Targeting， 我们目标对象为追求防老意志、五官体验、互动更好之族群。Positioning， 银发族互动游戏辅具。行销企划 ，Product 核心产品，与长者互动陪伴之游戏辅具。珍贵产品，我们设计两组游戏辅具搭配 App 来进行互动。争议产品，提供 App 内容客制与更新。Price， 本产品采成本加成定价法。Play 实体通路，选择大卖场及百货公司为主要实体通路。虚拟通路，选择网络购物为主要虚拟通路。Promotion 广告，本产品推广以网络广告为主，平面广告为辅。促销推广，赠品行销，本组结合兔子图案商标来设计相关赠品，有钥匙圈、零钱包、马克杯。公共报道，谢谢聆听。